同埋有人係聽到暈咗嘅，係暈咗，係因為咧，因為我擔心嘅嗰刻，因為咧嗰度內地啲冷氣咧就唔係話太嘅。喂，唔係你講翻咧暈完咗之後發生啲咩事？係係啊，好笑啊！暈完之後，我即係我之後關心翻佢哋點樣啦。佢就暈咗之後，有幾個朋友拖咗佢出去俾佢食，然後佢未食飯就係咁俾佢食嘢啦。咁之後食到叫佢醒翻之後，之後鬧佢最正嗰 part。就因为你，就因为你冇睇，之后咧就唔理佢，劈咗佢路，自己又翻去睇咯。即系晕咗佢，继续即系见佢生命冇危险啦，咁样就又翻嚟睇咯。